Hello， 上课喽，各位同学，要进教室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进行我们的唱作剧家，今天是自由舞台。那目前是有五组，我们还有一位。如果你待会听完你觉得很想要上台的话，都可以到外面的黑板贴写你的名字。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欢迎今天报名的第三组，他叫做阿硕。好，掌声欢迎他。梦醒的，然后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，然后是袁惟仁的版本，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相信你描绘出梦想当的地址，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，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的真实，所有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。梦见我一根到那片天空的地址，是因为太高摔得我悬了不止，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，收留的却是我自己的影子。想跟着你一辈子，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。想来这里一辈子，做你感情里面最后一个天使。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，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，绚烂也许一时，平淡走完一世，是你选择我这样的男子。如果梦醒时一分两地，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。爱恨可以不分，责任可以不问，天亮了你还是不是我的女人。在一起，
分。